这不是超难买的日本饼干，还有我超爱的海盐荔枝饮料吗？各位来到这里绝对会失心疯哦！今天82年的吃货带你们来到超大超有名的皮老板直播仓库现场啦！超宽敞的停车场对应的就是超大的 shopping mall， 上千百种各国零食饼干饮料，还有这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日本起司奶油脆饼和会跳舞的薯条三兄弟，还有这个我在日本每天都会喝的海盐荔枝，整箱带走都不是问题哦！超好吃的日本、韩国泡面，皮老板也都帮你们准备好了。饼干、糖果、果冻，到日本绝对会买的欧米亚给，居然都可以找到哎！这么大包的恐龙饼干，怎么可以放过呢？告白爆米花也有哎，而且地点就在嘉义而已，交通非常的方便哦。我看我今天没有好好搜刮一下不行了。而且皮老板自家也很多必买的商品，就在进门的一二走道哦。肉干、瓜子、鱿鱼丝、咖啡，还有超多送礼自用都超级适合的礼盒美食哦。我看我今天真的会被剁手手啊！还有这个只要一上线绝对会被卖爆的红烧牛肉面，各位一定要试试看啊！这里还有超多保健食品，完全就是妈妈们的天堂啊！不时还会有优惠活动哦，各位这么邪恶的地方你们敢来吗？